因為我是 Mira， 我琴日就翻嚟香港啦，然後因為太攰關係，我就喺沙發度瞓著咗覺。咁今朝起身諗住沖涼嘅時候咧，就發覺我個水渠塞咗，係冇預警咁樣無啦啦塞咗。我住喺呢間屋差唔多一年時間啦，跟住係冇試過啲咁嘅嘢發生嘅，跟住我就覺得好心煩，所以而家咧就諗住落去買啲通渠嘅嘢睇下通唔通到間屋啦。咁所以而家就諗住準備化妝啦。咁但係咧，我忽然間發覺咧。我真係好暗藏，因為咧，其實我都成日收到大家嘅留言，就喺問我啊，我究竟係點樣去處理暗瘡問題？但係其實講真咧，我就唔係一啲成日會生暗瘡嘅，我係好間唔時先會生啦。除非我真係嗰排係好唔夠瞓，而起嘅嗰排咧，我就會比較生得多暗瘡。咁但係可能都唔會好明顯，就係因為咧，我都有用一啲特別嘅方法去處理嘅。咁所以今日咧就諗住同大家一齊咧嚟講下，我究竟點樣去處理呢兩個。暗瘡仔，我俾大家近少少睇下，呢一粒咧就係即係腫腫地咁樣啦，咁呢一粒咧就有少少濃嘅，不過頭先我又多手截咗，但係係唔應該截噶，大家，所以千祈唔好截，因為處理得唔好嘅咧，可能係會流血啊，或者係一啲傷口咁樣嘅。咁以前生暗瘡嘅時候咧，我就以為係塊面口油啦，咁所以我就會狂洗面嘅。咁但係後來發覺就係越搞越衰，咁因為咧係反而令到塊面咧就油水不平衡，越生越多暗瘡。咁加上我有手多到，我又會截佢喎，咁所以係越搞越禍啦。咁同埋暗瘡其實都有唔同類型噶嘛，咁所以後來咧發覺係要揾一個適當嘅方法去治療佢嘅，譬如係我會用一啲比較暗瘡型嘅洗面膏啊，或者一啲比較即係針對暗瘡治療嘅一啲護膚品咁樣嘅。咁尤其是我嚟到韓國之後啦，跟住我就用咗最多一樣嘢就係暗瘡貼，無論係韓妹或者韓仔，其實佢哋都有用嘅，係咁，所以慢慢先接觸呢啲痘痘貼啦。咁然之後我發覺係好安全同埋好方便咁，同埋最緊要咧係真係有效果嘅。咁咧而家啦就準備貼一貼俾大家睇，咁咧我就用。曼秀雷敦的痘痘貼，其實咧曼秀雷敦呢個牌子我是近呢幾次啦，我都係用佢嘅，我都覺得佢係超級好用，因為有好多暗瘡貼咧，佢都係黐唔到皮膚嘅，或者佢一黐一黐咧，佢就好容易跌翻落嚟。咁但係咧，我想講曼秀雷敦呢一個咧，係佢真係勁好黐力嘅。咁我俾大家睇啦，佢咧係有分日用型同埋夜用型嘅。咁而家因為我要化妝，咁所以咧我就用日用型俾大家睇。佢咁樣有唔同嘅大細啦，咁所以你可以跟住你暗瘡嘅。大细嚟去拣适当嘅 size， 佢仲有附呢个夹夹噶，然之后咧就咁样夹起嚟黐佢，佢系劲薄啦，咁因为佢系肉色啦，所以咧基本上你就咁黐咗喺你皮肤嗰度咧，佢系一啲都唔觉眼噶咯，除非你真系好近睇，但系人哋其实唔会无啦好近咁样睇你咁啲皮肤噶嘛，所以基本上咧系完全唔觉眼，咁我黐埋第二个先。它是親水性物料，所以它吸力挺好的，即基本上如果你不是這樣用手去刮它，它是可以黏成日的。那為什麼要用這些痘痘貼呢？就因為你平時可能用這些護膚品或者化妝品，其實都是有機會令傷口細菌感染的，但如果你用痘痘貼的話，你就可以比較防菌，即是你減少外來的一些刺激嘛，然後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化妝的了。給大家看看，就是黏完就是這樣的，是不是好像沒有黏那樣呢？現在呢給大家看看化底妝的時候呢的效果是怎樣。咁當然啦，如果你黐咗呢啲痘痘貼嘅話，你就唔可以係咁樣掃過，你只可以係印咯。咁如果唔係咧，個痘痘貼可能就會比本身預期嗰個時間係快啲甩嘅。係啦，咁咧佢係完全幫你阻隔咗呢一個粉底嘅，所以可想而知，如果你本身有傷口嘅，如果你就咁掃上去嘅話咧，係真係會造成好多細菌嘅交叉感染。但我覺得好好咯，佢係一個幫你阻隔化妝品嘅一個工具。生暗瘡嘅時候，我就好放心用呢個痘痘嘅。係咁，順便分享一下我近排用啲咩化妝品俾大家聽。近排都幾中意用嘅就係呢個牌子嘅化妝品。但我中意佢哋嘅眼影盒同埋胭脂咁大把，其他我都覺得還好。因為而家韓國咧天氣都幾熱下啦，跟住又成日落雨啦，咁所以咧韓國變得好潮濕啊而家。咁但係咧喺呢咁潮濕嘅環境之下，跟住佢嘅持久度都唔錯。我覺得好煩啊，因為無啦啦，點解無啦啦塞咗個水渠㗎？真係～
其實以往之前在韓國都有塞過，但係很多時係就咁倒嗰啲通渠劑就可以解決。咁但係今次真係唔知啦。啊，我覺得可能經過今次之後，我真係隨時要擺翻一兩支屋企好門口先得。其實點解我而家咁樣落街買嘢，我就化妝啦，係因為之前試過諗住就咁落屋企樓下買嘢啦，但係點知咧屋企樓下嗰個 supermarket 係冇得賣嘅，所以咧搞到我要去第二區啦，係啦，同埋因為就咁約咗朋友食飯，即係喺條街嘅時間都頗長啊，咁所以我都要化翻個妝好啲。主要嘅胭脂原因係因為咧非常之顯跡，我咁樣做少少就好明顯，係唔覺意太多手嘅，我係變咗一個醉酒妝有可能。好啦，跟住呢個都係佢哋呢個牌子，但係我就麻麻地個質地覺得邂逅。但我覺得個色幾靚，我都比較中意啲霧面嘅唇膏，但對於我嚟講實在太淺色，所以應該要加多個色。然之後用 3CE 嘅呢一個 Velvet 加深少少啦，始終都係唔係咁慣呢個更淺嘅嘴，超 matte 啊！呢個嘴。好啦，而家就抛咗個妝啦。咁咧用咗個痘痘貼，你係會覺得好安心啊，因為咧未用痘痘貼之前化妝，我成日會覺得啊死啦，會唔會個妝會唔貼啊？即係因為你痘痘係凹凸不平噶嘛，咁可能會影響成個妝嘅感覺。但係你用咗痘痘貼之後咧，係完全基本上你真係唔係好覺得你係貼咗痘痘貼咯，係佢個存在感係非常之低，但係可以幫你阻隔到細菌。咁我頭先咪話除咗有日用型之外咧，佢仲有夜用型嘅。咁夜用型咧就當然係夜晚用啦。譬如是你的暗瘡是非常之多脓的话，你晚上就贴一张，然后呢因为它吸附力强，它会将你的脓可以吸出来，所以你通常第二天起身呢你就会见到这个痘痘贴是会变成乳白色的状态，就是因为它将里面的污渍帮你吸了出来。因为它真的很用的关系，其实我真的用了很多次，所以呢今次呢其实呢是跟曼西雷敦的合作来的。因为呢这么好用的东西想多多推荐给大家，希望如果你是有什么痘痘的困扰的话，都不妨试下这个曼西雷敦。好啦，咁而家咧，我就要准备出门啦。其实真系唔知点解忽然间会塞咗，烦躁啊！心情唔好，我喷一个会令我心情开心翻啲嘅香味，呢个系中文窿。系啦，喷中文窿嘅时候一定要系咁样劲量地喷。mix 多個味啦，有好多人咧睇完我條片之後咧，都問我啊應該點樣 mix 香味。其實咧冇乜所謂嘅，中國窿呢家嘢咧真係你自己中意啲咩味就 mix 啲咩味嘅。咁夏天啦，少少焗焗地啦，跟住我想清涼啲，我會配呢個 Wild Blue Bell。跟住而家咧就可以出去啦，唉，快啲買完都要快啲翻嚟整。冇錯，我而家咧就過咗嚟榮登鋪，因為我 friend 喺度行街，跟住同埋我知道呢度有衣襪啦，所以我就諗住過嚟睇下有冇嗰個夜襪，希望有咯。但係因為上次其實我係揾唔到，因為我唔知佢咁啱賣曬定係根本冇呢個 item， 但希望呢度有，我就唔使再走嚟走去。冇得塞咗咯，我沖涼個去水位，其實係有機會發生呢啲事噶嘛，即係你冇用一排，然之後忽然間水喉塞，好似我有聽過係有啲咁嘅事件嘅。跟住因為我以前喺度，我買過係液體嚟嘅，跟住係 work 嘅，但係首先要揾到佢存在先。希望有，希望有，希望有。我之前用呢、這個，咪用啲係用過嘅，咁呢個肯定係 work 啦。大家認住佢，如果大家喺韓國住嘅時候，如果啲水喉塞咗問題咧，就去買呢、這、一個，呢一扎都係，咁就唔使去嗌人過嚟通渠咁啦。好得意咯，佢輕輕咪整到一個牛奶盒咁嘅樣，真係逼人要買喎，好衰啊！我要買洗面，求其拎呢一個啦。勁平咯，3900。Happy Bath 啲嘢真係好抵。非常之方便快捷。去攞啲啦。OK。哦，正。要食啦，未食。係啦，其實我都未食過。我哋一定要嗌一個大嗰個 pizza 噶啦。呢個哇，就係你啦。一個呢個 pizza 同埋。嗌多一樣嘢應該夠。嗯，好正啊，維他命 shower。誒呢個，我想嚇親啊，因為而家我仲係唔太飲得
凍嘢嘛，咁咧正常咧一杯嘢飲咧連冰係咁嘅份量啦，但係我這杯呢杯唔係飲，係未飲噶，但係係好似俾人飲咗三分二咁，好誇張啊！喂，有冰又冇冰會差咁遠嘅咩？唔係，雖然誒頭先職員已經同我講咗話係會有份量上嘅差別，但我估唔到會係咁樣咯。但係佢完全同我走咗冰，佢係唔凍嘅，個味幾好飲，我中意。原來平時我哋俾錢就係買咁細杯嘢飲嘅啫，呢杯嘢8000 won，哇好貴，大約有200ml咯喎，啊好正啊，一人份嘅 stick， 嗯，好似熟咗啲，但味 OK， 我哋嗌肉係啱嘅，哇，佢要燒啊，好香啊！真的等了很久，嗯，我呢手指着火锅丝来夹着吃面就行了，哇，好正，这么硬的，是啊，硬的，然后呢就可以这样点这些，啊，蜜糖，我吞到了蜜糖，然后它可以这样拉丝，骑奶拉丝，勉强可以，哦，它跌了大，啊，嗯，可以吗？有啲苦苦地，因為係咪佢咁皮有啲苦苦地，但 OK 嘅香嘅九十噶，好典型韓國嗰只燉真燉真，佢 Q Q 啊個皮，哇！哇佢有乜嘢？係喎，喂佢餅碎嚟啊！其實每一次都是會撈勻咗先嚟飲，我冇試過直接就咁飲，超濃，可以試喎，一樣好飲。我都係因為佢牛奶好飲，佢可可又超濃，甜過就咁珍珠鮮奶。好啦，我已經買咗翻嚟啦，咁而家咧就準備去用佢啦。我係要倒500ml，跟住等30分鐘，然之後咧就沖水咯。是时候呢我要搬到个 Chuluki 出来了，你看，还有因为呢它的叶越生越多呢，跟着它就会这样岔开，所以呢平时呢之前这条路呢是即畅通无阻，但它现在因为叶已经这样了，然后我就每次搬的时候已经很辛苦，现在应该是时候可以整一整，结果是不得的，然后现在倒了第二次下去了，跟住想住等它浸过夜，听朝早看看结果如何，然后忽然间醒起听日是星期日来的，咁呢韩国是每逢第二个和第四个星期日呢大型超市都是不开门的，咁所以呢我听日如果真的 touch wood 它真的不得的，咁我冇办法去超市去再买多支返嚟啦，咁所以而家就諗住喺 coupon 度落单，因为而家只係11:04到啦，咁而家落单嘅话听日可以送嚟嘅，咁所以我就落咗单。